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老妹儿，我现在在昆明长水机场，下午5点的飞机飞西双版纳。我以为坐飞机会很麻烦，所以我就提前4个小时就到了。今天下午1点就到了，结果1点也不麻烦。我到了机场之后，就是有点难找，因为它楼层太多了，那个费了点事。打印了登机牌，然后托运了我的背包，因为我的背包里有化妆品，还有那个隐形眼镜护理液。所以说那种要托运，我就去办了个托运，然后过了安检口，就在这里等着了。现在是2点多，大概还有2个多小时我才能上机。我下次坐飞机可能不会来这么早了。东方航空，这个飞机起飞了，终于登机了。刚下了机，准备找一个车去市里，这边就是嘎洒机场了。我已经到了景洪市的告状网红打卡地星光夜市，这个房间呢是星光夜市附近的一个青旅，大家看一下环境，收拾的非常干净。我发现青旅啊都很干净，都很卫生，而且价格也不贵。我先休息一会儿，等会晚点的时候去星光夜市逛逛。我过来的时候看那边好热闹，那个时候天还没有黑，就是很多人已经在那边，就这边一个很大很大的夜市，它不光星光夜市，旁边还有夜市，还有小夜市，还有附近有个水寨还有什么的。等会晚点的时候过去逛逛。